已经开放，目前双方在线队员都指定了一名对方队员，想要知道被转化队员的姓名，需要去往西区，在西区的20名假猎人，20名假猎人，那不就是要去拔老虎的尾巴吗？设计得非常好。任务3：火中取栗，解除队友转化。目前都指定一名对方队员转化为本队影子队员，如果该队员加速成功，将为本队的最终存活人数增加2个名额。想要知道被转化队员的姓名并将队友解除转化，需在倒计时23分钟前去往已重新开放的西区。西区将投放20名假猎人，队员需寻找隐藏其中胸口有密码装置的假猎人，密码的提示就在背后，解开密码，找到姓名卡片，并带到中指间附近激活2队的解除装置，分别完成解除转化仪式。任务截止时，解除装置失效，届时本队被转化的队员将成为影子队员，并无法解除。去西区呗，又得跑了。那我们就等于先回去了，往那边走。比如说我被转化了，然后的话，我们通过密码知道，然后把我给弄回来了。对对对。哦，就是反转。就是。找到卡片。得，走。我们要小心一点哦。别一锅端了。橙子2队纷纷出发前往西区，此番行动凶多吉少，因为等待他们的不只是20名假猎人，还有隐藏其中的真猎人。这是一场真真假假的勇敢者挑战。此时，子队曹恩齐、何运晨、吴宇恒顺利过桥到达西区。沈哥，到了西区。但不幸的是，有人比他们早了一步。假猎人啥样来着？胸前有密码是吧？画面感有点压迫，仅剩的3个队员居然就这么阴森森地跟着我。我先跟着他们往前走嘛。苏醒虚晃一枪，轻易甩开子队3兄弟。那个真的假的？不知道，那咱们先躲一躲嘛。不知道，假的，我估计身上应该有什么字儿。咱们先远处看一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标志，因为我现在人数已经少了。根据我的经验，就是跟着柱子走最安全。看来你的经验也不是万能的呀。哎，猎人，猎人真假难辨，只能先跑为敬喽。哟，那是假猎人，那瘦。假猎人一般看上去都比真猎人要稍微矮一点，稍微没那么壮，那肯定是假的。走吧。他一直在这游荡，我觉得像假的。他是不是没有那个执法记录仪啊？这个辨别角度很刁钻呐、啊。看来你是真的关心猎人。好像没有，他是假的，他绝对是假的。他转圈，他在那儿转圈呢。这几个肯定是假的，没有猎人那么高大威武。为什么这个身高感觉跟我差不多？成队苏醒快速找到带有密码的猎人。子队的3人进度喜人，曹安琪找到带密码的假猎人。这是啥？930。但是你的手脚能麻利点吗？哎，紫色三个在那边。还要开密码吗？对，这咋开啊？930。哇，好吓人啊！走吧，我们再往走。猎人成群成堆，真真假假，难辨雌雄。想要虎口拔牙，加速队员必须要快准狠。啊，都不对啊！然后还有什么？390、930、903、903是吧？动不动啊！假猎人是蓝眼镜变。对，你先试试这个，我去找其他的。哎，你找了一个是？我在解这个，你们先找别的，那边还有很多假的。153，试一下啊，反正就这3个嘛。309，哦，开了。空白卡片，空白。不行，我要给它放回去。卡要快点放吧，有人可发现你了。还有吗？还有。哦，这里有卡片，对不对？315。哎，何运晨，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点看运气的，因为不好分析了，他们人太少了。哎，所以要不挑个职业吧，敲律师吧，建立更强的联系，万一我们谁以后的职业生涯需要转化。哎，有道理是吧？我们是成队，我们想指定对方的那个小何运晨。
成队指定子队何运晨为本队影子队员。何运晨不是我选的吗？成队苏醒，白忙一场。然而子队何运晨还在。我怕猎人的病突然好了。劝你不要掉以轻心，以为只有你会模仿吗？猎人已经望眼欲穿，就看送上门的是谁了。都是假的吗？我挥挥手，如果没有人抓我，应该是假的。哇，哎呦，真的！真猎人来了，真猎人，真的！那我赶紧把那个密码给你调乱点。好，你可以走了。我还得找另外还有号的。这个一看就不像。我好难辨认啊，好难分啊。这也没人呢，这咋找啊？当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，可以试试守株待兔。你确定自己不是那个兔吗？阿汤哥来了。阿汤哥，阿汤哥呀，过于帅了。继续找。真的，那有个真的过来了。真猎人潜伏在假猎人中，机遇隐藏在危险中，留给加速队员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哥，新年快乐。你是一个，我是一个吗？不是，开人问题。我看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。哥 ，sorry， 还你还你 ，sorry。快乐，想我吗？成队转化队员信息没找着，队友还被抓了，子队也没好到哪儿去，被转化本人仍蒙在鼓里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那个假猎人。这未来新秀，我跟你讲，帅的也高又帅。哎，阿汤阿汤 ，Happy New Year，Happy Chinese New Year，You miss me？See you。这个演的不行，太假。我们。哥，你快顺拐，哥！不拐的你又跑不过，况且人家身上的信息可是实打实的呀！一二三，成队吴希泽获得了转化队员的信息，这人居然是他自己，你就说巧不巧啊？不是，这么巧吗？弟弟们这么看不起我吗？我个人想投吴希泽。吴希泽是吧？他是有经验，而且他会觉得我们不会选他，更多想选那个醒哥，因为他是大脑嘛，都觉得他最厉害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肯定是会自己想要拿到，就是存活到最后。对，但醒哥的话，很有可能因此想要避免这个东西，他可能有可能会适当性的牺牲和摆烂。对对对对，我投吴希泽。你怎么讲？因为他比较可以，那就吴希泽，我们直接定了。计谋万无一失，但卡片已被本人找到。Yes。成队成功找到队友的姓名卡片，是谁？什么卡片？喂，醒哥，希泽是你找到的那个吗？对，他们指定的我，我现在去解除我的那个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恭喜成队进入下一阶段，把卡片带到中指间附近的解除转化装置。谢谢弟弟们这么看得起我，选的你呀、啊，谢谢。看得起你的人都不在这个笼子里，像这么关键的时刻。哇，一个好的形象释然。时间不等人啊，再找不到正确密码猎人，你这好形象就会成为送给对手的双倍名额大礼。
老汤，老汤。老汤，你能不能找份别的工作呀？老汤，太吓人了。